Wallet. What?什么？碧海仙子，这没天理啊！碧海仙子，安安，碧海仙子再见。 What？ 什么？我不是已经在班级里面了吗？制作人，这跟你当初想好的不一样啊！嗯，そうだよ，おじさん。柯南，你给我闭嘴！自己打，一技能，死歌迷，我到了一年死班的。好的，好的，好的。 ここに出口があるの？这里有出口吗？我体悟心灵祥和，氪金一分，坏蛋零分。哎，有没有像？有没有像？这句有没有像？吓死人的碧海仙子，真的！碧海仙子，我要代替碧海惩罚你。 机关の中に何が入っている？这书桌里面好像有东西。いいな、忘れるな。死の道を選んで進むんだ。他说：“你听好了，千万别忘记，要选择死亡那条路。我选择死亡。你猜选择死亡？” 哎，这不是上次那位健身中医的健身生吗？健身中医关心你的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就是腰间盘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好难念。好的好的，人体模型大大，撞墙喽！ 哎，还真的是西の道，死亡的道路。谢谢安安。What？ 西の道，西の道，西の道，西の道。 暗了。哎，中间有一个亮点。哎，道がなくなってる？路不见了。路不见了。好像是一个灯泡。哎，可是，在地图上路还是在的。 西の道，西の道，西の道。所以是要走一直线的意思吗？哦，三几号？惊叹号！惊叹号！あの塔の形って、那扇门的形状，怎么了？怎么了？ 那扇门的形状怎么了？哎，回来了吗？三姐号，惊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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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帰ってくれたの？我回来了吗？まだよ、ミクダさん。什么？ 毕业学姐说还没有，三仓同学。什么鬼哇？木岛卡桑，这声音是毕业仙子吗？学校から出てください。请离开学校。嗯，地图还是怪怪的，字还是糊的说。走路模拟器哦，跑跑跑。 向前跑。
What？ 哎，这，非柔比康安，左右各为各有位碧矮仙子，好多碧矮仙子。What？ 啊？Game over。What？ 我只不过看了碧矮一眼。What？ 所以只能走一直线，然后完全不能左顾右盼哦。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碧矮仙子？好的，好的，好的。抱歉。所以就是放学回家路上不要左顾右盼的意思。好的，好的，好的。你是小学导护老师吗？新罗米基，新罗米基，新罗米基。好像不能看哈、哦。嗨，旧鼻子，发生什么事？没有啦，就是放学回家途中左顾右盼，然后被导护老师抓走了。走直线喽，走直线那还不简单？我文组实况组最会走直线的。不可小看碧矮，不能看四季豆。对，要叫四季豆，要专心致志的走路。好的。嗯，わかったよ、おじさん。你给我闭嘴，柯南。まだよ、ミクワさん。想想，嗨，想想，站稳住啦！学校から出てください，请不要左顾右盼，不要看左边的四季豆，也不要看右边的碧矮，也不要看左边的玉米笋，也不要看右边的青椒。好的，好的，好的。走直线那还不容易？我们文组最会走直线了。走直线了。碧矮仙子哦，我是碧矮导护老师。玉米笋想吃，我超喜欢吃玉米笋的。请问老师，请问我要走多久？老师，火锅之路感觉好吃。我还以为这个路也是假的哦，可以出去了吗？你要 call 的共鸣，啦啦啦啦啦，そして接着是导护老师一排的哦，哎，所以影像结局了吗？私はシキコさんの会議から逃れることができた。接着我逃离了死寂子的怪异。学校でシキコさんは私のことを諦め。学校的恶灵死寂子小姐放弃了我。来来来，古代恋爱游戏又来了。他の生徒にターゲットを移すのだろう。他应该会把目标转向其他的学生吧。哦，闇の木造校舎で死んだ小島さん。小島さん。在黑暗的木造校舍中死去的木岛同学。迈向火锅天堂之路。哎呀，这是一所好学校，我都想念了呢。来来来，招生简章在这里哈，填一填就可以来了。学校のみんな、大人たちを、もう、木島さんは、家出したのだと噂していた。
学校里的人跟大人们呢，都说木岛同学离家出走了。木島さんと私に起きた出来事なんで誰にも分かるはずがなかった。没有任何人可以明白我跟木岛同学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そして私は、而我学校へ行けなくなった。我无法再上学了。What?地獄のチャイムへの恐怖、そして、我把下一句看完，再来翻译哦。世界の隅にはいつもシキコさんがいて、What？ 什么？他说，我害怕地狱的下课钟声，以及死寂子总是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什么？私の目が合うのを待っているから。他等待着和我四目相交。What？ 私を助けてくれた村岡志希子さんと平田隆さん。帮助我的村冈四季子同学以及平冈龙子同学。そして死んでしまった木島さん、还有已经死去的木岛同学。見なことを思うと胸が苦しくなった。我一想起他们，就觉得内心一阵痛楚。でもちっぽけな私にできることなんて。可是渺小如我又能怎么办呢？但是如此渺小的我也是有事情可以做的。何？あった。無力な私にもできることが。哦，手机，对，手机都没有用到。高知识香蕉分子。他根本没放弃吧？对啊，伝えなきゃ。みんなに伝えなきゃ。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怎么这个手机到现在才能用？シキコさんのこと。我要告诉大家死寂子小姐的事情。みんなの近くに危険が迫っていることを。我要告诉大家，他们的周遭都潜伏着危机。What？ 哎 ，Penny 安安。哎呦，学姐，健身中医，圈圈来了 ，Summer 安安，我看得懂，中间那个日文叫做建立新的存档了，对不对？没有，胖辣椒啊，我就跟你说，中文这件事，日文这件事情呢，你问先生就对了。中间那个日文呢，叫做健身中医，健身中医诊所关心你的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就是。腰部椎间盘突出会造成你的四肢痛疼。有需要的人请卡一卡，请卡这个电话：0800-092-000-0800-0800-0800-0800。好的。嗨，森宝，领主熊无为何？嗨，熊熊 W， 哎，还有 ，そして ，Michael。
自在升级为 LV6 的斜角战士，谢谢你们续订哦，自在。控控控，控控控，自在，你也想打去健身中医吗？嗨，自在，你收台喽。自在，所以你还是没有要改中文名字吗？巨匠学日文。そして接着。ミクワサチの掲示板への書き込みによって。三仓沙吉，三仓沙吉就是我们刚刚操纵的那位女角。三仓沙吉在留言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啊，不是。シキコさんの犠牲者は増殖していく。What？ 好，他说三仓沙吉在学校留言板上面告诉大家死寂子的事情之后呢？死寂子的争执者却争执者，死寂者指死寂者，四季豆的牺牲者却越来越多。什么 ？What？ 四季豆要具现化啦！健身中医关心你的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就是腰间盘移位，也是腰部椎间盘疾患，造成痛痛，也是肌体痛痛。有这款的情形，请卡免费电话：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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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一话，要一话很多哎、欸。我因为我们上次开了三个小时，然后再加上今天四十分钟，所以我们他一话三小时四十分钟很长，让大家知道他的力量更强。对对对对对。我先把这个跳出哦，因为他一画一画是要分开开的。好的好的，你们就先看一下柯基吧。嗯，这打油好几张。先生大，请问开头那首歌的内容能不能稍微简介一下？嗯，我不知道那首歌的歌词哎、欸。因为我不知道那首歌的歌词，所以我恐怕还没有办法告诉你那首歌在讲什么。嗨，放放，小君君安安，靠不住的科技，你才靠不住，你全家都靠不住。那首歌我会，我来到一个岛，叫做卡加布兰岛。那是悠悠台啦，你想骗我？好的，好的，好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柯基。嗯，稍等，悠悠吉桑。那我们接着来玩第二话吧，总共有五话的样子。等我一下下。今日成功被用英文和中文被叫，哎，小君君是哪位啊？我看一下哦。哦，是 Kiki， 原来如此，又错了，我日文修炼还不够。Gather, more shall enter the fray. 珊珊，谢谢你的 host 哦，谢谢你。那怎么还是同一首歌？
又是那个心。好的，我们现在要玩的这款游戏叫做柯基米可，就是柯基子的意思。或者是我们现在玩的这款游戏叫做乌拉米柯基，就是怨恨的柯基的意思。好的，好的，好的。好可怕，超可怕的。好好好，柯基不要再吓人了，柯基回去。柯基一分，坏蛋零分。好了好了，你吓到我们观众了，柯基，待在这边吧。刚进来一定会被吓死。有点可爱，这怎么办？如果你觉得这只柯基很可爱的话呢，请每个月花费4.99美元订阅我们的千森台，打败柯基才能解锁柯基。目前还有我们还有19只的邪恶柯基需要打败。好啦，那我们开始来玩第二话喽。那ご注意、大きな柯基が出るので。画面にご注意ください。柯基表現が含まれてますので、苦手な方はプレイをお控えください。ビリー为邪教召唤兽提供了一魔罐。谢谢你的donate哦，ビリー。我去泡个咖啡回来，居然上演进击的柯基了。对啊，谢谢你的抖内哦 ，Billy。哎，我们这边 follow 出现了一位嘉豪，请问这位嘉豪是嘉豪？谢谢你的 follow 哦。Enjoy your stay. Olympic 2004，谢谢你的 follow，thanks for follow。好的，我们先把注意事项念完。このゲームに登場す登場する柯基との接触行為を実行しないでください。Enjoy your stay. 哦，出来了出来了，嘉豪被邪教召唤兽盯上了，谢谢你的 follow， thanks for follow， 嘉豪太亲切了。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游戏的注意事项呢是，这个画面会出现巨大的柯基，所以请注意画面。那第二点是，这个游戏呢包含着柯基表现，所以觉得很害怕的人呢，请你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了。第三点呢是，这个游戏里面，请不要与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柯基进行任何的接触。好的，好的，好的。没有问题。Enjoy your stay.小腿抽筋，被邪教召唤兽盯上。谢谢你的 follow， thanks for follow。健身中医关心你的小腿抽筋的问题。小腿怎么讲？忘了。但是我知道抽筋是丢筋。好。好，这边是ここは夢の中，这是梦吗？前へ進んでください。请前进。哦，这边还没有地图。Hi Sky 安安。哎 ，Sky 现在才来是不是？对啊，我们刚刚把那个 Udamiko 第一话玩完了，我们现在在玩的是第二话。我们现在才刚第二话开始而已啦。小腿抽筋。欢迎来到台湾。
觉得最近很痛耶，对啊，超痛的。What？ 死ね，去死。死ね，死ね就是去死的意思。死ね，はいはいはい、わかったよ、わかったよ。え？画面中出现一个四。中间那个四。死ね。はいはいはい、わかったよ。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但是它画面上出现用那个深蓝色字体写的“死ね”，死再加一个“ね”，就是去死的意思。又是谐音冷笑话。我看制作人来我们台湾做早餐杯盖呢，应该也是可以混得很好。哦，莫非那是新的碧海仙子？三年 B 組の青い染み，三年 B 班的蓝色污渍，蓝色碧海。怎么觉得近视越来越严重的感觉？还以为是《咒怨》小孩的客串。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为什么三年 B 班的 B 癌会跑来这里呢？しの。哎，にしの。哦，しえ。この声は安藤君。这声音是安藤同学吗？安藤君が呼んでる。安藤同学在叫我。起きなくちゃ。我得赶快起来才行。What？ 西野。西野。主角竟然认得出是哪里的 B 癌，真的。是 B 癌，该用威猛先生了。杰西安安，安德君，安德同学，どうしたの？今日部活来なかったじゃん。你怎么了？你今天没有来社团活动呢？なんだか体調悪くて。总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机で寝ちゃってた，所以我在书桌上睡着了。Enjoy your stay。东大新被邪教召唤兽盯上了，谢谢你的 follow，thanks for follow。哎，他现在都会显示中文哎，可是很可惜的是，那个推学的他没有支援中文字型，所以中文都会变星系名体，就不太清楚。啊，大丈夫？卡泽，你没事吧？感冒了吗？わかんないでも，我不知道。可是最近ずっとなんか空耳が聞こえるの，总觉得最近总是听到一些幻听。あの掲示板の書き込みのこと気にしてんの？你很在意学校留言板上面写的那件事情吗？四季豆变完美，猫咪老师安安，碧海仙子进化，西野加奈，主角是男的吗？好像是男的吧？大家都没有脸，对啊，中文 ID 就取这个吧，山神露西喜久子。名将爱里使之轮迷油包子采奶富花富美加千岁早苗美纪子一花。好的，我还是不要问这些人是谁好了。你不觉得这男的很可怕吗？没有你好恐怖。对啊，我想第二话的主角应该是这个男的。然后刚刚第一话的结尾啊，那位女主角她逃出来之后，她还是觉得那个里世界里面的女鬼
一直在伺机而动，潜伏在他周遭，所以他都不敢去上学。然后他为了警告学校里面的大家，他就在学校留言板上面写了那个女鬼的事情，结果却害那个学校里面的牺牲者越来越多了。这刚刚也有观众讲到说，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有他的设定不是有写吗？都市传说这种东西，就是你越是传送，知道人越多，大家记得越久，他的力量就越强。那因为第一话女主角把这件事情给传播出去了，变成说知道她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都市传说的力量就变强了，那自然就让牺牲者也变多，所以这个还蛮讽刺的耶。本来是一片好意，你说对不对啊，柯基？你也不能说他白目啦，因为他只是下意识想要警告大家这件事情而已。就像我们平常在路上看到什么大事情，不是也会告诉亲朋好友吗？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啦。不过他这个游戏这样的设定让令我还蛮意外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结尾。结果大家喊四季豆喊最越多，最后的王就变成四季豆。好像还不错，还是玉米笋。好，那我们继续哦。我觉得要打破都市传说的方式，就是要让大家都忘了那个都市传说。気にしてないつもりだったけど。我其实不太想在意他啦，但是由不得你啊。もしかしたらそうなのかも。或许我真的很在意留言板上面讲那件事情吧。ちょっと、そこの二人。喂，你们两个。老师出来喽。もう放課後よ。早く帰りなさい。已经放学了，赶快放学回家吧。这是学校老师，这设定上好像是这个学校老师喜欢刚刚那个男生的样子。あなた、西野さんだっけ？ごめんなさい。受け持ちじゃないから、わからないけど。受け持ち？等我一下哦。五 K 墨迹就是那个班导的意思。你是西野同学吗？抱歉哦，我不是你们班的班导，所以我不认识你。西野同学应该是个女生。あなた教員の間で評判悪いわよ。你在老师之间的风评不是很好哦。讲话好机车。哎，什么？我都有缴学费啊，我也有缴便当钱，我也有缴营养午餐费。内生。内心にも響くんだから、あまり目立ったことしない方がいいわよ。其实他这个第一句我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猜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大家都在传你的事情，所以劝你是不要太标新立异比较好哦。学校老师真的很爱讲这种话，老师讲这种话没问题吗？其实这个设定好像是这个老师暗恋刚刚那个男生。然后他现在讲这个西野是，
好像是社团的经理吧。西野跟安藤同学好像感情还蛮好，所以这个老师应该是在嫉妒那位女同学。特に安藤君は推薦での進学が決まってるんだから邪魔したらダメよ。尤其是安藤同学呢，他的推荐入学已经决定好了，请你不要妨碍他。老师啊，嗨，ちょっと内田先生，内田老师，你家瓦斯没有关哦。その言い方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你不用把话讲这么难听吧。お手紙しのと話してじゃ、なんかまずいんすか？我就不能跟西野讲话吗？哪里哦？別に悪くないわよ。什么嘛？什么嘛？又不是我的错。あなたのためを思って言ってるんじゃない？言ってるんじゃない？安藤君。我可是为了你才这么说的哦，安藤同学，你给我闭嘴。哈？もういいかな。早く帰りなさい。算了，你们快点回去吧。你才回去嘞。ねえ、内田先生ってやっぱり那位内田老师，他是不是安藤君のこと？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安藤同学？哈？やめろよ。什么？拜托，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好不好？関係ないよ、あんなブス。哦，讲话超坏的。他说才没有的，那个丑女，讲话好难听。所以第二话有两个主角，西野由依跟安藤恭介，一男一女。你全家都回去，你才回去，你全家都回去。哎，嗨 ，Scarlett， 中文昵称怎么用？那个你要去设定里面用哦。中文昵称是先抢先赢，可是你只能设定一次，之后就不能再悔改喽。Kaki Man 为邪教召唤兽提供了二魔冠。Kaki Man 谢你 donate 哦。科技怨恨之子，不要半夜喝我哟，上班去了。今天好热闹呀，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大家的都好欢乐。波浪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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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服。PS， 大家记得别继续打败科技哟。继续打败科技 ，Kaki Man， 谢谢你的抖内啊，谢谢你要上班小心哦。对的，各位同学，各位文组的同学，我们今天打败了81只柯基，所以让我们接着努力的打败剩下19只柯基吧。有没有觉得剩下19只感觉目标就在眼前了啊？遅くなっちゃったね。时间变得好晚了。中文 ID 已经有很多牺牲者，请慎选。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早く帰ろうぜ。我们赶快回去吧。学校から出てください。请离开学校。请离开学校，不要购买四季豆，也不要购买玉米笋，但是可以购买咸酥鸡。咸酥鸡好吃。学校出る。哎，是雪雪吗？嗨，雪雪雪雪。地叉叉带火影大人，路上小心。それじゃ明日は部活来いよ、マネージャー。那明天记得来上社团咯，社团经理。所以那位西野同学是社团经理没有错。野球部ももうじき引退なんだし、気を引き締めていこうぜ。棒球社，我也快要在棒球社引退了，我们就不不不不，反正是一句废话。拜拜。今日头听袂过来。次の日。又来。隔天。最近ずっと同じ夢を見てる。最近总是做着同样的梦。
欸，所以我们现在操纵的是西野同学，我还以为是操纵那个男同学。好像白色的字 是那个社团经理西野同学，然后蓝色的字是那个男同学，然后粉红色的字是老师。菲特，菲特安安 ，KW 安安 ，P 七八晚安。まさか本当にあの掲示板に書いてあった死の呪いでやつ？他说：“我最近总是做着同样的梦，难道这就是留言板上面所写的那个四的诅咒吗？没有啊，四季豆诅咒啦。”三节号，三节号。今日は部活に行かなくちゃ。今天我得去上社团才行。所以要去上社团了吗？完全是百货公司嘞。三年 C 組の西野由依さん。三年 C 組の西野由依さん。三年 C 班的西野同学，三年 C 班的西野同学。至急職員室まで来てください。请你马上到教职员室来报道。可以说不要吗？哎，什么？我有缴便当费啊！奇怪。今の声で内田先生，刚刚那是内田老师的声音吗？だけどあの夢の中の声と似てる。可是那个声音跟我梦里面梦到的声音好像。階段を降りてください。请下楼。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下楼喽。嗯，下楼，下楼还不简单？我们文组的呢，最会下楼了。跑跑跑！哎，奇怪，向前跑，跑跑跑！下楼，哦，有有有。そういえばこんな話があったっけ。这么一说，我才想起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廊下を歩いている時に，在走廊上走路的时候呢，请不要吃四季豆，不是啊。知らない女子生徒に話しかけちゃいけないって。在走廊走路的时候，请不要，不可以向不认识的女学生搭话。那所以可以跟不认识的男学生搭话吗？是这个意思吗？それはしきこさん。那位在走廊上的女学生可能是四季豆同学。殺されちゃうって。会被四季豆所杀。あれ？でも確か。嗯，奇怪。可是我记得。この話には続きがあったような。这个故事好像还有后续。预知详情请每个月月付4.99美元解锁科技贴图。立起咯，红莲飞等 Kill Nandy。 对啊，啊嘞，奇怪， 这里是几楼？诶，对耶，啊，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四季豆同学。What？ 哎，他好像比刚刚还近哎。哎，他变得更近了，可以不要看他吗 ？What？我看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啊。嗯，什么什么桑？各位同学，你们期待已久的冷笑话又来喽！三年 C 組の西野由依さん。
三年 C 組の西野優衣さん。三年死班的西野同学。至急闇の木造校舎。職員室。待って。聞いてください。请立即前往黑暗的木造校舍教职员室。昭和44年木造校舎職員室まで。这个念起来跟我平常的分支外国腔有8%的倾向。那你この放送这个广播听起来有分支外国腔的味道，一定是我多心了。我知道先生有哪里有一点的呢，那田老师到底是在讲什么分支外国腔 ？What？ 哎，什么？哎。我键盘不能按右键呢，我按右键没反应，废物。嗨 ，P50504933，你要不要去改中文昵称啊？饮料杯盖来喽！按右键没反应。哎，按上键也没反应，下键也没反应。哇，就是要逼我们按左键就对了。死ね，去死！呀，哇，怖い！哇，阿生安安，好假的害怕，没有啦，是你们多心了。ここまでをセーブしますか？はい、セーブしますよ。わーい、怖い。他居然有配音。あれ？奇怪。陈慧敏下巴吐字。ここってあの夢の中？这是梦里面吗？部活行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に，我必须上社团才行。同学啊，你都到底世界，你还在想社团啊？这是模范生哎！行かなくちゃ，我得赶快起来，我要上社团。你到底是有多想上社团？你都已经到地狱，你还要上社团？教室内を探査してください。请探索教室。书桌里面好像有东西。哦，地图。社团是他的真爱，真的嘞，满脑子都只有社团，里面的抓底事件，满脑子想的都是社团。なんでこんなものが？为什么这里会有地图呢？啊，因为不给你地图，你就玩不下去啦。青树海中学。うちのがこんなボロいわけじゃない。
こんなボロいわけないじゃん。我们的学校怎么可能这么的破烂呢？你，你这个满脑子只有社团的人。What？ 这个下课钟声是 What？ 是呢。复仇奶油安安，社团的角落让我有安心的感觉。胖大944安安哦。社团是冰毒的黑化对吧？哎 ，Scarlett 改名了 ，Hi Scarlett。このチャイムあの時聞こえたのと同じだ。这个下课钟声跟我那时候听到的一模一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哦，廊下から何か聞こえた？走廊好像有什么声音。没啦，那你耳朵业障重了，那暂时的，假的，好不好？我们就不用出去啦，假的。もう何もない。我读的可是贵族学校，怎么可能破烂成这样，还一堆 BI？ 没有错啦，没有错啦。BI 小姐，我帮你一下吧，你放我回家好吗？我给你健身中医的电话。怎么觉得改了一点后悔？居然也很后悔，来不及了。不会啊，不用后悔啊，也蛮好的啊。啊！开门啊 ！What？ 哎，这不是那个男生吗？安藤君，你是哪？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听到广播在叫你，所以我心中有股不祥的预感，所以就也跑去了教职员室。What？哎，どういうこと？怎么回事？今日内田先生は休みだったんだよ。今天内田老师休息哦，今天内田老师休假。老师休假。なのに放送の声は内田だったろ？哦，内田老师没有来学校，可是广播里面的声音却是内田老师。绕口令吗？我担心那天对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反正就很担心就对了。内田先生的放送って那天老师的广播。あれ夢じゃなかったの？那不是一场梦吗？那个才不是梦呢。しっかりしてくれよ！你给我振作一点啊！你不要满脑子都只有社团啊，这里是理事界啊，你懂不懂啊？好的，好的，好的。ごめん，抱歉，我满脑子都只有社团。奇怪，社团之鬼呀你！西野，你有带智慧型手机吗？我没有带智慧型手机。什么？什么 ？Impossible，Impossible， 好不好？听我们英文权威千森讲的话就对，这怎么可能？在这个年头，2016年，居然会有学生没有带智慧型手机？你搞骗！明明就拿去抓宝可梦了。安藤君のは？安藤同学，你的智慧型手机呢？うちだに没収されちゃった。我的智慧型手机被内田没收了。What？ 嗨 ，Cola，Cola 也不去改中文名字吗？那就要表示社团重要还是我重要？你就要表示社团比较重要。What？ 现在怎么肯不带手机？对啊。今日返してもらうはずだったのに、内田が休んだから、もらいそびれたんだ。
今天本来是内田要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可是因为他今天没有来，所以我没有拿到我的手机。这样一来就没办法求救了。这间教室看起来也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去其他的教室看看吧。我该打哟，我记账。柯南，你给我闭嘴！哦，可以道具来了。哎，不对，啊，这直接是两个人哎。安藤公介的球棒，哇！安藤同学居然随身携带一棒球棒哎！安藤同学，你是打算要去上社团吗？这两个，对啊，就是说，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赶快去上社团活动吧。好哦，哈，そうだね。好哦，满脑子都只有社团活动。会話で賛辞を回復する。依靠对，请对话来回复限制，白痴吗？哎，有次数限制哦。やめる。白痴啊！白痴。这游戏有限制，对啊。球棒没有手机，可是随身携带球棒，对啊。你打鬼喽！是有多爱上社团活动？